哎，大妈要开箱。开箱，耶！今天到哪里？涩谷。日文要怎么讲？没记起来。西部呀。西部呀。来，西部呀 ，crossing。来，开箱啊！嘿呀、啊！开箱啊！西部呀，西部呀 ，crossing。哦，哎呦，真正。刚看到足侪人。嗯。哎、欸。啊，哦，伫这边呐、啊。嘿呀、啊，西部呀 ，crossing。古、啊、人无侪，拄只只较侪。拄只，咱伫过一阵，即股人潮。世界有名的西部亚 crossing， 嗯，就是西部亚，嘿，啊车会拢动起来，啊人就会过马路，嗯，啊，伊动到了，特别是美国的那一个，好、哦、来过马路，过，哦，真的。这个不够这个东西还是很重要的。哎，那你就没车，你小黄车，小黄车，好多动态。嗯。JR 刚驶进车站，驶离车站。嗯。大妈介绍一下，东京长怎样？东京长得跟台北的西门町一样啊。好、哦。嗯。那、啊、这是什么？库拉，你最喜欢吃的库拉？库拉。伊个伊只写乌字，伊个台北写暗字，安尼不一样在这里。嘛是乌字啦。干嘛呢？我那。我印象中跟他阿伯哥也看，伊的旁边是红的，然后写黑字，是不是？我觉得干嘛啊？好，好，大妈介绍一下。这个是拢无物件挡，所以翕起吼，佫较好看。好，对啦。哦，我感觉大宝真正，我不骗你，我绝无骗你哦。真正像台北，比台北较老的安尼，厝足济。这都是西部亚 sky。哦，西部亚，我个爱看英文，叫比色谷。那个个水有点，西部亚，我讲敢那西部的，色谷。我讲哎呦，我要赶一支热水瓶回来，好白。我讲你有搞错吗？我说没有，因为我们家都是中国做的，所以我要睡觉。哎呀、嗯，我对这赶一支热水瓶回来，好不好？你讲，啊？这是啥？是不呀？哦，叫涩谷啦，我不讲，叫涩谷啦，涩谷人较怎样？哦，嘿，一路在踩马路。我那个阳台搁出来，哦，精彩的来了，哦，哦，真的很好玩呢，咱们一家看。真的太好笑了，阿都交叉，你看，哎呦，你看这个时阵多广场，哎呀，真的就是迄个过马路咧好看，哎呀，哎呦，真的呢，我终于看到了。
都全部集中流去着吼，集中伫个中个时阵上好看。啊，安尼即摆来个无好看。哦，正经个。难爬吧，我跟你说。大妈，你爬不动了，大妈爬不动了，今天大妈爬不动了。大妈有梦幻吗？
在就是施工处啦。哦，这厉害，好厉害哦！现在又要变了。这位大妈有何意见？好，啊，那叫值得啦。是啊，是啊。那这个水里面是什么？水里面都是鲤鱼啊，好胖的哦，什么颜色都有，还是灯光照的问题。哎呀，应该是灯光照的问题吧？对的。哎呀，紫色的就变成紫色的鱼，哇，满满的鱼耶，好多鱼哦。对呀、啊，真的这样值得哎，冬季这样就很值得。啊，不然当然要看色谷，真的真的真的，这是不一样的，不能比。对，好多鱼哦，你看。对呀、啊，哎呦。介绍一下这是什么东西？气球。啊、哦。气球，气球后面是什么？梦幻气球吗？不是梦幻气球，是梦幻的那个情境。哦。好的。很梦幻吗？好梦幻哦！是啊，超级梦幻。是啊。你到底在哪里呢？在云里面吗？
在哪里？啊，在动画花园。哦，这个花怎么会动嘞？就梦幻啊。哦，是哦。现在无记得。现在我们在哪里？在这个观景台，最观景台，最高的观景台。哦，就这啦。对。
中餐来时阵上闹热。